尽量轻松，本来我问说应该用中文讲还是用英文讲，结果我们的主人说用中文讲就好。那我今天有机会到这个协会来，因为好朋友来找我好几次，我们已经是常常谈，常常他几次到了办公室，都已经知道说我对土耳其很有兴趣。 因为，但是一谈到语言 language， 我们就会谈到 the vast linguistic variety， 太多了。那 Turkish 当然在那一部分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台湾的学生不会了解，这是我们的遗憾。做一个非常简短的说明，台湾跟世界。 然后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一些事 ，especially we are setting up cultural center 这些文化中心，在马来西亚各位都知道我们有中文学校，然后很多越南，还有很多国外，但是我们特别在前两年，印度 India 我们设立了三个。 文化中心 ，India 因为很大 ，different area， 所以你也看到台湾慢慢了解 ，we have to go out，we have to set up 这些 cultural center 来把我们台湾这几十年来保留的中华文化、发扬的中华文化，然后带到全世界去跟人家交流，这是很重要的。那印度之后。 我们也在考虑 ，What's next？ 当然一看 ，Turkey 就是我们在心里面觉得是应该去跟他交流，去更多了解，啊，这些事情很重要，对我们台湾自己本身，它的 survival， 它的合作都很重要，所以我大概先从这个题目呢。 是他给我的，但是因为我不会讲这些东西，所以我中间稍微 twist， 还是讲一些我的专业跟它有关的，但会说明留着很多问题让你们来做。我保留这个题目是让你们问问题的时候，你们可以问。啊，教育部在做什么？国科会可能在想什么？然后我们现在正在做人才培育计划。 他都有参加的。那在人才培育计划里面，教育部的版本在想些什么？那我有没有问题问，我就可以告诉你。从前啊，人在没有完成他最重要的 language 的这一步骤以前，我们大概是 long time ago， 他们并没有走上 speech。 的这个能量，但是人呢，因为有这个 speech， 因为 speech 所带来的一些能力的展现，忽然间，我们拥有非常大的能耐，啊，这个能耐呢，跟很多 speech 都不太一样，那各位就要看到，就是说，我们不能说他们不够聪明，这些猩猩是很聪明的。 我们看看这个，这棵树上面的果实常常被这些猩猩就给吃掉了，那么一爬上去，所以有人就把这个用一个铁丝网把它围住，so surrounded by all this iron thorny stuff to prevent 来使这些 cannot climb over， but chimp very quickly 很快的，他们就学会了。有一天他们自己就拿个棍子，看这个棍子，那棍子很长，他从这个棍子爬上来，然后 step over 就上去了。所以不要以为只有人有解决能力的这种表现。Look at chimp，look at many species。
多有这种能力的，那你如果看看，就是说，我们就会看到，就是说 ，share intention， 大家要 share 一个 intention， 互相知道说你要我做什么，我想要你帮我做什么 ，what I want you to do， is the human evolution very important， 然后 cooperation， 大家互相合作 ，you are able to do this。 Is all more capable of doing the other thing. 那我们就合作，然后呢 ，necessity for the future survival. 因为现在人类在面对很大的问题 ，immediately 我们看不见，但是你现在已经看到了，大陆这两天这几个礼拜，禽流感，那一定是一个 without cooperation, we all will die. 这不是很危言耸听讲 dangerous 的话，不是，我是告诉你，防疫已经变成为这种 disease 流行病，新的病种一出现，全世界就要想办法去把它 contain， 把它防护，我们要赶快发明疫苗 shot to prevent， 哦 immunity 这些东西。 就马上从各国来，大家一起防卫，还有 border， 谁进来了，谁出去了，这个都是 cooperation。 Without cooperation， 我们不能解决流行病，马上就会创开。我们必须要解决粮食的问题，所以今天我没有吃完，心里很难过，因为你们在给我准备太多东西，我没吃完哈，很不好意思。 因为世界上粮食的问题会是个严重的问题，因为这牵涉到水资源 ，water， 牵涉到 energy， 这两样东西都会影响我们的生活。这些东西都必须要 through cooperation。 然后我们的这边有一个地质专家 ，geologist professor， scientist， he will tell you， yeah。 Cooperation is important， 所以他到台湾来跟台大的地质系在做研究，一起合作，因为我们要解决人类的问题。Further ahead， 真的很多问题都会出现，经济问题，等下我们要讲到的，它所造成的问题很严重，所以 globalization 最后我们想达到的。 从 share intention to cooperation globalization 是一个 commonwealth state， 希望全世界都能在一个原则底下，大家共同营造一个生活 ，a common principle that we will work together, live together, and of course enjoy the nature and everything together， 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呢。 等一下，这什么意思？这个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就是告诉你，《礼运大同篇》Confucius 早就讲了。In the future，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the Commonwealth State。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 ，so you can see， virtuous and worthy men are elected to public， and then capable men hold post for gainful employment in society。 Peace， trust among all men are the maxim of living。 那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讲法，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 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会其者皆有所养。This is a prime wish, idealism for all the people. 也就是我们最好的保险福利制度。在那几千年前，我们的先人就 lay down， 这是 the basic principle. 你要建立一个 commonwealth， 要 live together。Work together,
enjoy the nature life together, you have to have this. 然后这个东西很重要的, 老有所终, 用终, 而不是老有所养, 我把它养就是了嘛, I feed you. No. 让它 peacefully to the end. 那个终字, 写得真棒。 那为什么呢? 你要使老人家 活得很, 在终的时候, 有尊严呢? 脸色要好, 所以色难, 我们里面有讲, 这个脸色是很难的, 有给人家好脸色是很难的, 所以先人的, 你们都有这些概念。 然后我们看这些概念的来源, 当然, 我们会看到, 各位都看到, 所谓, 这一边告诉你所有的动物, 它的DNA, biologically make up, all the share the same as human being, 跟人都一样的, 只有 complexity, 复杂性, 阶层性, 它中间的互动, 造成了人, 更有机会, 更有能量, the human. 那个能量哪里来? Here, language, 语言, 那我们知道, all the animals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每个动物都 communicate. The bee, 大家都知道的, 蜜蜂怎么样告诉, 它的同伴, where you can get honey, get flowers. 你到哪里去, 拿到花粉, 你看它这个跳舞的时候, the dancing, 这个角度跟太阳的角度, 它 dancing的角度, 这个 theta, 地毯跟他们一样的, 所以蜜蜂是靠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ability to communicate, 不是只有一种方式, many different 蜜蜂, many different 方式, 所以, 但是唯有人, human, has speech, 声音的语言, 声音的语言, 然后我们可以储存, 哦, 这个在脑里面, 我们会有画图, 我们会有 painting, 我们会有 sculpture, 让我们觉得说, 我想要表达我的感情, 快乐, 伤心, depressed, all in the pictures. 这个是几人就有的, 然后我们看到, 我们会有 gossip, 所以大家看, 每天看电视, 听八卦, 八卦是人的天性, 就是说, 名嘴讲来讲去, 大家喜欢听, gossip 就是到我们心里面, 然后它是一个 social feature 的一个 makeup. 我们有 writing, 我们有 reading, 然后让我们比较 civilized, 哦, 所以我们有很多重要的经典, the classic, 哦, sutra, 哦, Quran, and then many important book by all these learned people. Nowadays, we are talking about internet. The internet makes another world. Totally different. And internet makes us all closer together. Okay? Let's see. Genetically, 我们的基因, from the genetic, we all share with each other. Genetically, so we are out of Africa, and then we form into different group. But nowadays, the migration is all over the place. Or the blood is mixed together even faster than before. 现在, 那我们再来看, 我们已经知道, 从这边开始, 走到印度, 走到东南亚, 东南, 我们已经知道, 中东这一块,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hat's where 我们的 ancestors stayed for 10,000, 20,000 in Kosa. 然后我们看到 Bering Strait, 整个人类的基因, we trace the genetic basis and relationship. You can come out with a picture like this. Because the different markers, 那个基因的标志, 它会变化, 那变化的年代,